花样即将在9月6号全国上映。近日片方正式曝光8张人物海报，这8款人物海报沿袭了电影清新典雅的古典风格，彰显出浓郁的古风韵味。随着海报中8大主演片中各自身份的曝光，花样楼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跌宕起伏真伪难辨的青楼阴谋与情谊逐渐浮出水面。